看庭春节特别节目。大家新年好，网友反映撩主播不够，因此我们再来第二集，一样内容独家原创哦。Hello， 慧蓉。是。过年的时候我不贴春联，你知道我贴什么联吗？贴什么联？贴近你和你必合珠联。我是人妻耶。Hello， 若愚。Hello。过年期间除了要守岁，你知道还可以守什么吗？守什么？我要守护你一生。傻眼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节目啊？我以为我有那么震惊的表情，傻眼。Hello， 千惠。过年的红包我要塞到你枕头底下喽。你怎么知道我枕头在哪？不就在我枕头旁边吗？没有了，好了好了，因为我的红包也是塞在我自己的枕头底下，每一年都是这样子。月星姐，嗯，你知道过年为什么会越来越冷吗？我要看哪里啊？看这里就可以。哦，那里。过年为什么越来越冷呢？因为他要给我机会温暖你。哦，好会撩哎。